Happy Cooking Show! 观点妙！Hello, hi, I'm Kevin.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Five, six, seven, eight. 哇，对弟，你今天怎么搞的？看起来很嗨哦，而且精神很好哦。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不仅精神好，而且很有劲呢，还会跳舞了。真的？哇，你越来越年轻了。嗯，我喜欢。因为有这个什么？你看啊、哦，黄金血蜡，对，哎，其实这个蜡自古以来就是老一辈人把它当成补精益气的一个很好的食材。That's right， 因为它生长在无污染、很纯净的水族的环境。是啊，这次我们去寿丰乡采访这个蚬精的时候，我就发现让我重温以前小时候在溪边抓蜡那种感觉。哇，那水很纯净的，对，水要很清澈，不能污染，这个最重要。尤其我发现啊，因为那个水质好哈，它虽然不在海水里面哈，所以很适合台湾爱吃的那个炒那个九层塔、高站塔，重口味的，味因为它不咸。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蜡还成为台湾之光。为什么？因为全世界95%的蚬精啊，都是在这里出来的。哇哦，可见它水真的是山下来的水，对不 对？然后它是。当然，它在养殖的过程也很重要，用活水。它的池有阶梯性的，然后在它在清洗 SPA， 还有在筛选的过程呐、也很重要。尤其它筛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两个根本是最后都晕了，人家晕车，我们是晕机了，晕那个机器一直，因为要一直看着，然后挑好快、哦。而且它其实它那个，你看他们撒苗，因为存活率只有60%哦，所以它不好养哦。然后呢，你知道蜡怎么长的吗？你以为它这样躺着吗？然后在泥土里就拔起来啊 ？No， 它不是这样躺着，它是站着的。哦，原来我们所谓看到吐蛇的那个蜡蛇跑出来，那个不是蛇，是它的腐竹。嗯，所以让它站立在它沙里面活动。对，所以啊，你挑这个啊，它的这个黄金蚬就是你看很金黄。嗯，好，然后呢要均要 very even， 怎么讲？很均匀，均称，像扇子，匀称，匀称，对。然后呢，有些时候哈不一定要选多大，因为蜡长得很慢、，OK。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你看这样小小，可是它很肥厚，哇，这个肉很厚哦。哦，要选厚啊。你看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小，可是它很鼓，所以它的肉厚厚实。对，所以今天这样的肉厚厚的，我们来做一个西式的浓汤。是，人家国外很流行叫 clam chowder， 耶、yeah.。我们是那个人家蛤蜊浓汤，我们叫喇喇浓汤。对，然后当然要教各位啊，台湾人最爱吃的台式炒喇，台式炒喇，重口味，可是有新式的炒法，不油腻。OK， 那你收集了这些做什么？这个啊，小时候啊，这个让我看到小时候，你看啊，你要挑选哈、啊，你看你听听看，好像 marble 有没有？小时候我们在玩那个 marble 啊，你看哦，就是这样，弹珠啊，弹珠哦，远远哦，这样子哦。哎、欸，重嘞，对，在里面啊。可是听说台湾好像是这样的，对，我们是这样，你会不会？你看，对我不会，我只会这样子。你看，我们因为很远，在新加坡小时候，所以这样子要瞄准。看有没有准？哎呦，厉害厉害！好了，开始煮菜了啦。好吧。那我们现在来煮浓汤吧。我们就先来煮我最爱吃的浓汤。对，今天的浓汤啊，我们搭配可是很健康哦。昂肝，哇，昂肝了吧？对，因为生鱼片等级的。昂肝的背部没有什么味道，你放在浓汤，它很 creamy， 它裹住它，哎，那你的昂肝就很 smooth。OK， 那配了这个黄金花椰菜，花椰菜，OK， 这个呢，它的 beta carotene 比较高，贝塔胡萝卜素，对 ，OK， 哎，我马铃薯哦，因为我今天哦，然后我们今天的浓汤里面比较特别是的面粉减量，我们用马铃薯泥来代替，对，所以好吃的马铃薯泥。先来看一下这个马铃薯哈、哦，我们要用什么马铃薯会比较？一般都会想到用烤的马铃薯，烤的赏桑的大颗的马铃薯，大颗的就是这种，这种。可是这种淀粉值高，对，它这个红色的鸡蛋的比较那个低卡。
低卡嘛，淀粉值比较低。OK 啊 ，Q 又甜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先无水烹调吗？对。哎呦，真的好像煮鸡蛋在锅子里面。对，红皮嘛，还没哈。OK， 现在才三分钟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煮透哈，然后呢再把它压成泥，那我们这个泥泥就会让我的浓汤裹裹，所以我就不用面粉加太多。OK， 所以我们先来今天的这个浓汤哈，有点稀释啊，所以我们有加一点香料，他们一般会加 bacon， 对，我们加的这个是。没有反式吃法的 pepperoni， 所以比较其实对，而是小腊肠，所以我切小小，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炒到有点酥酥的哈，然后最后再把它 garnish 在上面，所以切小小哈。OK， 其实用一点点，我才用半条不到就有这样，嗯，好，所以这样就够提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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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那这个呢？我们因为有味道哈，所以不要太高温哈，给它逼一点油哈，炒香，对，把它炒香。OK， 所以这个我们下锅，不要炒到很硬了哈，这样子稍微烘烤一下，对对，稍微烘烤一下，然后呢，我要放回来啊，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有那个炒浓汤哦，用有一点洋葱丁哈，会增加它的那个甜分，嗯 ，OK， 然后呢，我。其实现在我以为那个奶油都是有 trans fat， 现在已经没有国外有做没有 trans fat 的奶油，哈、嗯哦，比较好的奶油，对，无盐奶油，无盐奶油 ，OK。那我们这边哈、哦，不要放油先哈、哦，因为你你放切了那么细，照理应该没什么油了，可是我已经看到它还是有逼出一些油，会逼出一些油。那你刚好用那个香气，但是不用把它炒到很干，用那个香气刚好来炒洋葱，对，来炒洋葱这样子，你看这样子、嗯、有没有很香？有，闻一下。嗯，真的香气很足，哦，这样子就会把原来很平淡的那个，辣的那个味道啊，对，平衡掉了。对，因为它是淡水的辣哈，所以淡水辣它没有像海水那么咸哈。我们有一点只要一点点提味，不用多。OK， 其实你知道吗？这次采访那个辣哈，你让我回想到就是我爸爸。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如果晚上常熬夜加班啦、啊，太太啊都要炖辣。给爸爸喝，我妈妈就炖辣给爸爸喝。补肝吗？对，因为肝嘛，晚睡嘛。对，所以我最印象最深刻，我妈妈收集很多的，那个溪里面抓回来辣，专门啊炖成那个汤汁给爸爸喝耶。嗯，所以现在、啊，所以现在才会有辣筋。对，所以我们也是常熬夜，所以这个辣对我们很好。嗯 ，OK， 所以我现在呢，把洋葱哈、哦，把它烤一下 ，OK。是做西式哈，洋葱它喜欢把它的甜分哈提味出来，所以要把它再有一点油气，不要炒香之后，不要炒青，它会更香甜。对，先来，今天做的量一锅，对，100克。OK， 那奶油不要太高温哈，给它低温哈，因为它不是很耐高温，所以你给它低温，中小火就好了。好。那我们把这个，那给你拿一下，一融化就可以了。有时把它离火一下，有没有哈？要让它变巧克力，哇，变巧克力，你的奶油浓汤很丑哦。面粉会变巧克力色。对，会变巧克力色。OK， 好。哦，可以了。OK， 好，可以了，融化就可以了，把它塞进来。Yes。炒这个哈，很重要，我们要用打蛋器哈来打哈。它会比较，谢谢你。OK， 辣的吃的不够多。哎，为什么你要把它弄到就是这样子？啊，它怎么弄？对，它这样就下去吗？精力旺盛了你。然后这个颗粒的不要。OK， 好。OK， 那我们现在来 clap 给你喽。好，给你炒奶油糊，慢慢炒，不要太大火哈。OK。好，要炒香。如果你的奶油糊炒得不够香哈，就吃起来浓汤粉粉的。对，就是要炒得够香，我们再把这个哈，这个马铃薯泥压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这个哈，有些如果比较大力哈，我们刚好切成丁。我的那个浓汤也要放一些丁，哈，那小粒的把它放在里面。OK， 刚好比较大力，我拿起来哈，把它切丁一下。
还有颗粒的感觉。对，要有颗粒的感觉。大颗的拿来先切丁。对 ，OK， 那带皮吃，因为这个马铃薯哈很健康，我们来带皮吃。OK， 你看一下哦。其实马铃薯啊，在古代也叫做地上的苹果。地上的苹果，意思说它维他命 C 也很高，它也是好。哇，你看这个鸡蛋马铃薯是黄色的哦，哇，很美很美，有没有看到？嗯，好有马铃薯味哦。嗯，你看，哦，你就自己吃掉了，猪肉甜。我喂你要喂我吃。你是最好吃的嘛，因为我们现在才煮八分熟，因为我要放在浓汤的。OK， 马铃薯泥可以加了。马铃薯泥可以加，好。嗯。OK。需要你了，有点吃力了。好，有点吃力了，我来。因为加比较多。OK， 所以请你帮忙。哎，为什么有白有黄？人也长得有时皮肤黄皮肤白啊，像你比较黑我比较白啊，一样的意思啊。好，我们把它导游吃比较多。 OK， 好，那我们要徐徐加入这个高汤咯。哇，好黏哦。 OK， 好，那我们的高汤麻你来加。好，慢慢加。对，而且要加鲜奶。哦，先加鲜奶。 对不起，来开始加了，因为马铃薯哈，它已经熟的东西，所以千万哈不要炒太久 ，OK。慢慢给它稀释出来，不要太用力，要有力又很温柔的样子。哦，浓汤要刮干净，就像女生。对，不需要身体扭动啊。啊，因为要轻啊，不能太粗鲁啊。要轻。对。啊，再放一些鲜奶。所以你那个哈，如果你用大的那个哈，这个你旁边哈要稍微把它对对，你先哈这个拿太大只的搅在一起，所以会有点吃力。啊 ，OK， 不错，越来越漂亮了。Good，yes，perfect。好，来加汤。那你要感觉，如果说你的汤是冷的，你把火开中小火啊；如果说你有够热，就转成小火。OK， 可以 good。如果说英国人吃那个，他吃很浓 ，clam chowder， 它会比较浓，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咯。OK， 那原则上呢，我还会加马铃薯，还会加一些蔬菜啊，我不喜欢太浓稠的。OK， 好，他给他滚，给他滚，好。那我们要加什么呢？现在差不多了。好，可以了吗？好，可以，来，可以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花菜加下来，把马铃薯丁。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这样煮这样一锅汤不错。是，所以那个我喜欢再吸一点点。好，那这个鲜肉啊，到底怎么弄成肉？我是用干烤，保留它的甜分，然后呢？这个我把它的汁滤出来，因为怕有一些渣渣，然后把壳剥掉，然后等一下要吃的时候再下，因为已经烤熟了，烤得刚好熟。然后这个肉片也是，因为我们切蛮薄的哈，因为昂干嘛，昂干你放下去就差不多了。OK， 所以生滚花菜差不多。对 ，OK。那这时候可以调一点盐了。调一点盐，对。然后呢，我们加一点 basil。OK， basil 最后加一点哈，哇，这个西式的 basil 很香甜。 OK， 你这个拿走。 OK， 我们把它我最近发现我老公越老越有活力。你什么都要这样子扭来扭去吗？没有啊，因为这个有时你要一点香气哦，整夜跟那个睡的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对，你看。哇，好香哦！要吃的时候再加一点 pepper，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不爱吃胡椒。然后有时，幸福的感觉。要不要先下一点味道？
很香的哦，给它一点香气。OK， 来，然后呢？放下来，给它煮进去，有一点杯轴的香气，不够。不要，这个最后。然后呢，我们来一点点鱼片，好不好？好，可以了。其实我的汤有加咸度了。嗯，好，我加一点点鱼片下来，然后呢，咸肉。哦，喂，越来越 creamy 了，耶！流口水啊。对。然后有些时候这样就完成了呢，你知道吗？可以的。啊？哎，我刚才的瓢在这里，要用这个。啊，对，来。好吧。你看这样子。哎，有。耶。嗯。Good。Good。Yes。哇哦。好。OK， 然后放一点点，放一点这个，哇哦，这个鱼肉很棒哎，你看，刚好很配的，好了，哎，高级的 clam chowder 啊，加点鱼片，不，好好，好，哇，好棒，健康养生的黄金血浓汤制作方法。将德国香肠切肉末入锅干煎，逼出油脂后将肉末捞起备用，倒入洋葱丁，用逼出的油脂爆香，再加入奶油拌炒，待奶油融化后加入面粉炒香，并加入马铃薯泥拌匀，然后加入鲜奶及高汤，浓度可依个人口味不同而调整，依序将花椰菜、马铃薯丁、黄金鲜肉以及红憨鱼肉等材料入锅煮熟，起锅前撒上一点罗勒叶就完成了。我先来爆香哈，那个爆香哦很重要哈，就是要爆得够香，既然要爆香，要吃传统美味就要爆得够香，所以我们这边哈来一点香油，有吗？香油，有有有，有来这边，我可以给你一点这个吗？我不要，很香的鸭油，这很洗练很漂亮的鸭油。好，我们用一点油来爆香 ，OK？ 爆香什么呢？爆香姜，然后那个蒜末。OK， 好 ，OK， 给它爆到浅金黄色，给你顾。好，我这边呢，冷锅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只要把这个干烤，不要用油炒。在新加坡，有些时候你吃外面炒的哈，他们用水烫，哇，好可惜哦，甜分营养都流失。我们这样把它铺平 ，OK， 再来一些 ，OK， 很。把它干烤，因为你穿烫它甜分会流失。对，干烤一如果是带十克哈，干烤一分十五秒哈，然后呢快熟的时候，我们把九层塔铺在上面，然后再把这个鲜肉捞下去那个汁，然后那个汁哈你把它滤下来，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些石头啊，有一些什么沙的哈，所以你再把它滤出来那个汁，那你炒起来你就不用加勾芡，因为。它的汁是用来喝的 ，OK， 或者你可以煮浓汤加在里面。刚才的浓汤应该加这个营养。等一下我再加嘛。等一下你再加哈。好。越来越浓的时候再加刚好。好，这个来给我了，换手。赶快赶快。换手，那这个给你顾哦。这个等一下，一分十五秒，你再把那个九层塔铺下去啊。好。好，这个炒的差不多，我们要炒一点辣豆瓣。OK， 辣豆瓣要炒一下，然后一点冰糖粉。哦，辣豆瓣要炒一下会比较香。一点酒，一点酒香。酒最后加。你帮我切一点辣椒，块大块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圈圈圈的哈。那这边我放。圈的还是斜片？圈的，啊，圈圈小圈的哈。OK， 好。一分十五秒，我们把这个九层塔的香气啊铺上去 ，OK， 让它的香气啊呛进去。
OK， 那再给它半分钟，给它到刚好开，哇，好香了这个味道。那我们现在加一点辣椒丁 ，OK， 加一点这个印油膏，嗯，哇，太少了，印油膏啊，还有酱油，给我一点点，对。我们采访的这个印油膏啊，曝晒120天，好 ，OK， 那这样很香了，对不对？好，哇哦，好香哦，耶，好，那我们这个酒等一下好了吗？再一分半，哦，开始噼噼啪啪叫了，对，就是这样，快要好了。我看一下哈，我们要给它开哈，一点点开口就可以下了。你看哦，这个一点点开，它的肉最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最蓬，嗯，有没有？只要一点点开而已 ，OK。那它的味道不会很重。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捞过来 ，OK。好，你看 ，very good， 愿意 ，OK。嗯 ，good， 这样很好吃。对，好，它本身没有咸度，所以这样子的清甜哈，很清甜，它的味道很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哈汁不要下，因为你汁太多哈，它不会太入味，哈，刚好开把这个。拿来另外喝。对，另外喝。或放在汤里面。那我们把它下这个 ，OK， 这样子你不用用油炒，不会太多油。然后这个汁哈，你看有一点沙。我们完全不油腻的炒法，不然传统要很多油。把它过滤。嗯。OK， 好。好。这样子，现在把它摇一摇，辣椒下去。对。摇。OK。好。Good。倒出来。酒。最后起锅前呛酒。呛一点酒。吸住了。好。One, two, three, yeah。OK， 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就 OK 了。我。倒出来就 OK 了。哇，ouch， 哇，烫啊，哇，油 ，beautiful， 台式炒辣，加上西式的 clam chowder。